角的转移，陈佑伟有一个绝对的 wide open for three， 这一次就打得很有效率，在周贵第一位线 qualify 的人手，佑伟假动作，哦，投进本场比赛他的第二颗三分球。陈佑伟突然的停下来，他也拔了一个三分弹，持续在伤口上面撒盐巴。哇，今哇又是一次的 wide open。对，陈佑伟今天的手感太好了。哇，这一次就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三分线了。光面对到史伯恩，就是让你一对一的对位。嗯。哇，今天陈佑伟眼中的篮筐真是大到一个不行。投出信心来了，确实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刚刚林世轩很聪明哦，在第一线被突破，队友去做到补位的时候，完全知道对方的一个意图。陈佑伟单节的第四颗三分球，人都是频频在外线放冷箭，还有容易神。对，其实这是一个趋势啦，中锋或者四号位的球员已经不能仅仅在游击区讨饭吃了。佑伟今天的状况。